有咩办法可以足不出户又可以食到烧肉？好简单啫，自己整咪得咯。咁咧，我上网咧就买咗呢一个日式迷你烧烤炉啊，佢咧唔单止咧操作简单，而且佢仲可以拆出嚟洗，系咪好简单呢？只要拆翻个电掣就可以喺屋企度食烧肉啦。咁啱啱咧，我哋就试咗呢一个日式迷你烧烤炉啊！嗱，唔好睇佢咧系用发热线去发热啦，其实咧都好够热啊！啱先我哋烧呢啲咁厚肉嘅一口牛咧，都完全熟晒咁样嘅。咁所以咧，烧蔬菜啊或者其他比较薄嘅一啲牛扒啊，又或者系一啲肉类嘅话，就更加之冇问题啦。另外要提提大家嘅咧，就系嗱，啱啱我坐喺度烧嘅时候咧，都觉得个发热线咧好热吓，所以大家烧嘅时候咧，就记得要去一啲通风嘅位置度烧啦。